反应快，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丑的仙人掌啊？外面来了一片仙人掌，用词错误，仙人掌怎么会来呢？应该说门外长了一片仙人掌，嘿嘿。可是之前并没有啊。真是越看越丑。拿着，我去找个花盆。哎呦，这么丑的仙人掌干嘛让我拿着？怎么跑这里来了？我要把你扔出去。扔什么？当然是仙人掌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下次再扔。仙人掌怎么会自己走呢？真的，他就是这样自己走出去了。仙人掌会走？不，你们忘了今天早上阿佑做了什么吗？恶作剧。这不是恶作剧，知错不改，我们走。哼哼。
就怎么都说不清了。超级萝卜就在上面。是交代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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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代。快说，你有没有？我有没有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拿萝卜，我没有，没有。你有没有看到仙人掌自己走掉了？你可以跟大家证明我没有说谎吗？原来是想让我帮忙，让阿优去拖住男人婆，这样我就有时间去拿萝卜了。你先放我下来。我可以帮你的忙。你去把男人婆他们找来，我帮你说清楚。切，我帮你才怪。宝贝超级萝卜，我来呀。哎呦，你要是再恶作剧的话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仙人掌真的自己会走？你们马上就会知道，不相信我是多么错误的一件事。废话少说，证人在哪里？证人就在那里。我们的确犯了一个错误。嘿，我可以接受你们的道歉哟。说得对，我们就不应该再相信阿优的话。阿优又在恶作剧了。阿优，你今天都骗了我们几个好几次了。我没有。阿优，你为什么要恶作剧捉弄大家？这次不仅不认错，还撒谎。你太令我们失望了。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呢？我一定要向大家证明我说的是真话。阿优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他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？进去飘飘，你又来拿萝卜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嘛。兔子，把说谎的兔子扔出去。慢着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你们就放过我好不好？又想耍什么花招啊？阿优没有丢掉男人婆的仙人掌，仙人掌是自己走掉的。又来一个胡说八道的。阿优，你也太差劲儿了，帮你作证没人相信你。我今天早上的确做得不对。跳跳说的会不会是真的？有可能有一种仙人掌会在沙漠中行走寻找水源。怎么可能呢？你们看那